二娘，你没事吧？二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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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跟指导员说，你去哪儿了？二娘，二娘。你知道吗？咱们指导员也是咱们团神枪手四连的指导员。我听说以前他在特种部队，而且还出国留过学，现在是国防大学战略战役系的在职博士研究生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啊！哎，拿他怎么当指导员了？那谁知道？我觉得他能当连。知道神枪手四连有啥新闻没？听他们说，那一个连队全是神枪手。没错，我都听说了，神枪手四连，连养猪的那都是神枪手。神枪手四连是咱们团最精锐的连队，红军时代就有这个称号了。乖乖，哎，要是俺能去神枪手四连当兵，俺就吃素了。知足。神枪手四连每年就从新兵连里面挑出最优秀的神枪手，名额不超过两个。你别闹。哎呀，知道还没戏。哎，那神枪手四连没有炊事班，他也有炊事班吧？我不都说了吗，神枪手四连连养猪的都是神枪手。看来想做好饭，还得先把枪打好了。哎，严明，你还有老黑班长的什么新闻啊？话说当时咱们铁拳团就在前线，老黑当时还是一个17岁的新兵，阵地当时就被反反复复的震动，老黑当时吓傻了，就躲在猫耳洞里面也不敢出去。真的假的？老黑还会害怕？我蒙你干什么？抓他，兔
子急了还咬人呢、啊。我不给你等死，拿着这把古灵锹，唰一下就削掉了敌人半个脑袋。接着拿起地上的冲锋枪，冲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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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阵狂扫。敌人以为阵地上没有我们的人了，哎，碰到半路杀出来的老黑，那是措手不及，屁滚尿流啊！你猜怎么着？老黑一个人吓跑了敌人半个连。哎，可是他半个老兵都牺牲了。老黑当时就拿着枪，一边骂一边喊：“班长，班长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”老黑，还有地上的老兵的遗体，被排得整整齐齐，有的被炸断了胳膊，有的被炸断了腿。老黑都把他们放到了自己该放的地方，有的老兵连肠子都炸出来了，老黑也给他塞回去。再也不是一个新兵，他变得沉默寡言，一等功臣，还有一个好胳膊好腿的一等功臣。后来就给他发了一枚军令状，可是他对这个军令状没有一点感觉。在撤离阵地的时候，他就把这枚军令状埋在了阵地的土里。哎，你们怎么都没睡？你讲这故事，谁睡得着啊？时间准备。为什么你们的速度这么慢？快！快！快！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什么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宗旨是什么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条例是什么？内部条例、纪律条例、队列条例。铁拳的口号是什么？提高体力，准备打仗。你们自己是铁拳的那一兵，而是好吗？是，班长。我听不见。是，班长。为什么是号？铁拳团。打开保险，自行射击。就完。